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款《钢之翼二 Online》，可是红心辣椒旗下超强的线上游戏哦。而官方日前公开了《沉默复仇者》的职业特色之后，现在又公开了新的职业——深枪手，他可是游戏里面唯一的正妹角色哦。不过再怎么正也正不过我啦，哈哈哈哈。红心辣椒旗下2013年最强动作线上游戏巨作《钢之翼2 Online》日前公开神枪手的职业，同时也释出一段实际游玩的画面。神枪手是目前游戏中唯一的女性角色，装备有钝器、榴弹枪和突击步枪，拥有出色的中长距离作战能力。钝器属于近距离攻击武器，攻速慢但是范围很大。突击步枪可对敌人进行扫射，或是透过瞄准镜进行精准射击，而威力强大的榴弹枪射出去时，可要多多注意地形，不然一不小心就会炸到自己，玩家在使用上可要多多当心咯。